年伫个地震后进入到南投中寮的灾区，协助救灾的经理位潘维刚，嘛中回现场，甲当时的村长吴明宽来分享到中寮乡重建的点点滴滴。当时伫个灾区所徛的石碑，由兴奋法师提议的奋起中寮，嘛来带予灾民重新的力量。这个已经变成一楼，这楼不见了。回顾二十年前九二一地震的时进入南投中寮乡所看到的景象，刘伟潘维光形容，这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，连尸体都还来不及拿走，就在两旁边，而且那种大卡车进来，就像战争过。老村长当年就伫受灾上严重的永平村，厝拢全倒，村民是无家可归。透过潘立伟的协助，一个月内就地建造上百户的综合处，是村民暂时安顿的避风港。以前我拢个叫中寮妈祖婆，伊就救苦救难，反正结束啦。哦，真严重。历史镜头带你重回九二一大地震的现场。南投中寮乡一场的地震夺走179条生命，超过2500栋的厝拢倒了。大家遐凄惨哦，啊，阮是算讲厝倒尔，那大家平安啦。即马亲像乡魂大师所得之世的大志，奋起中寮，二十档的重生之路，展现的是生命的韧性。